大家好，我是开心麻花的导演演员马克。端午节当然要吃粽子了，这一次我将饰演粽子铺的包老板。六月二日关注河南卫视，关注2022端午奇妙游。我的粽子铺里不仅有美味的粽子，更有好看的故事。我在锅里，不是你，我在铺子里等着您。